上海七宝地区最大的购物商圈就是汇宝购物广场。更重要的是，百货公司内就有捷运站共购，这对于怕迷路、怕走路的观光客是多大的福音啊！跟汇集国际各大时尚精品的百货公司相比，汇宝购物广场更多了一点人情味。许多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结束一天的辛劳之后，都会到这里来聚餐、闲逛一下，再顺便采买生活用品回家。从地下一楼的美食街，到分布各楼层的居家用品、珠宝首饰，顶楼还有电影院，可以说是相当多元且相当方便的购物广场。